宣传，你还拿了匪的好处啊！你拿了匪的好处解决你的危机，你不但为匪宣传，你还为匪作嫁，你还为匪在台湾搞统一的思想啊！因为你接受的东西啊，你还拿进来，你还叫我们打，还打在小孩身上啊！国民党只是宣传，你是真的拿了好处啊！国民党关七年，蔡英文就关七十年。文哥，尤顿，我先更正一下，那个张淑芬讲的没有，他没有讲中国啊，他讲的是复兴医药，他就讲复兴医药。华电视墙的朋友哈，这个实在是有那个用抄的也不应该抄错啊。嗯，他讲中国复兴医药的话，那个意义就完全不同了，那差两个字差十万八千里哈。那我刚刚不是在讲说他故意不讲上海不讲香港，他讲复兴医药，当还没搞第二这两字，你搁搞下来，我是来被混给我。又是你讲的，我非常的同意哈。那像逻辑清楚，像你的也不多了啦。观众朋友，你一想哦，配合演出啊。刚刚王佑正讲这个关键是配合演出，那配合谁演出？配合蔡政府演出、啊。当然啊。那我要问啊，那你为何配合他演出啊？为什么啊？你为什么要配合他演出？观众朋友，你一定听不懂。你如果听蔡总统、蔡政府的故事版本，你按你那公安呢，你听不懂？你听郭台铭的版本，你也听不懂他讲什么。你听慈济的也听不懂。我补充几个了哈，莫德纳12到17岁，美国、欧盟都同意都在打了，不是只有非 BNT 复必泰不可，不是的。青少年12到17开始打，慢慢往下。大陆的疫苗已经打到12岁以下都开始打，那我们都比不上人家了哈。所以我还是一再跟大家讲说，你不会就我同意张文祥讲的，我们是看不到合约的，永远不会有真相。在民主退步党执政下，你什么都别想看。我们的纳税钱买的疫苗看不到，慈济他们捐钱买的疫苗的合约我没看，我通通看不到，通通不知道。但是我请问你，这个疫苗 JP 复必泰来的，要封监14天，学校昨天就开学了，9月1号就开学了，然后再14天下去就是2个礼拜以后了，然后再分配下去，大家照这去打。所以我们很急着这一批疫苗吗？我们显然是不急啊。所以我一直反复的问大家，因为我跟大家讲实话，我没有答案啊，我也没有管道啊。好，这是沈富雄讲的哈，讲来笑一下。沈富雄说他上的有台的节目上到10点嘛，播到其实是预定的啦，播到晚上10点，然后10点多呢，郭台铭打电话给他。没有，哎，我的电话可能是坏了，我摔一下。郭董可以打给我吗？我也想接你电话。从来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从来不会有人打给你的，郭董一定不会打给你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我想接一下郭董电话。我都不会，因为观众朋友，我很抱歉，我很边缘，我没有任何的内幕。我也是，我只能告诉你我的莫名其妙的疑问、啊、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拿抢这批货？抢这一批货，蔡政府会被笑，会被骂，他为什么要抢？他也可以不要抢。可是我希望大家颠倒一个逻辑来看哈、哦，请问大家，如果像友华兄刚刚讲的，我们今年一月成功的，我们直接跟德国原厂买，我们跳过上海附近直接跟德国原厂买。假设这样的话，你去看哦，蔡总统5月26的脸书，我都会背日期，我有病啊！5月26，蔡总统他在民进党线上中常会讲什么？疫苗要跟原厂买比较有保障啊。我们是跟原厂买吗？我们是跟香港复兴买、啊，我们没有跟原厂买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请大家想想，如果我们今天直接跟德国买。民进党跟绿媒要怎么宣传？嗨呀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啊！我们没有跟上海复兴的大中华买，你有看到吗？我们不是大中华，嘿，我们直接跟德国原厂买，怎么样？哎，你大陆笨蛋，你这样一定是按那宣传呢，不是吗？这种事情民进党干不出来吗？你不了解民进党吗？民进一定这样干。如果我们直接能够跟德国原厂买，跳过上海复兴，那不得了了，那一定要大大的宣传一下。虽然我们的 iPhone。没有办法跳出大中华，我们的 Nike、阿迪达都跳不出大中华，嘿！但是我们买疫苗跳过了，看到没有？台湾快独立了，有希望了，大陆拦不住啊！德国直接卖给我们，他一定这样宣传。所以我倒过来想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拿这一批货？为什么一定要忍辱负重把这一批复必泰吞下去？美国可以丢200，来，我给大家看这个，看这个新闻呢，看这新闻来笑死，在中央社头条啊！哎呦，美国。NBC 国家广播公司，美国上半年丢了1500万剂的疫苗，丢掉，浪费掉。他为什么不给我？笨兽国家，这笨兽国家。你来，你看，请大家看这个，
这个 population 的统计啊，两剂完整的哈，美国超过50%，南美洲30%，非洲打到两剂的3%，3%、30%、50%，你看到没有？笨手国家，笨手国家啊！你有1500剂拿去丢掉，你有分200万剂莫德纳，你还欠我450万剂的莫德纳。嗯，好、啊，那个孙什么雅，那个新来那个，你七百块，小雅，你冇先签的嘞，签赌的嘞，小雅，哎呀、啊，你四处拜会看鬼都没听哦、喔。蔡政府是软件，我冇要跟你透，你450，你扣掉250，你还欠我200，你送我的我退给你啊。嗯，我又不是乞丐。我台湾没钱啊，250你拿回去，你200给我送过来，不然 AIT 断水断电啊，你老师的，你踏掉我都没怕、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定有问题，一定有猫腻嘛。我没有办法同意右政更多，你干嘛配合演出嘛？嗯，我们要的是一个真相。你台积电、鸿海、慈济，你们怕蔡政府吗？可能啊，蔡政府查水表那不得了，这都。伊嘛要给你，伊嘛要给你修理，你是走袂，中天都被关台了、啊。现在不是这样子吗？我们看不到真相，我们很可怜。我告诉大家哈，剪掉这个复辟带的布条哈，我们基本上是一种精神胜利法，剪掉了。阿 Q 啦，送啦。阿 Q， 我们剪掉之后，我们改变不了透过上海复兴的事实。我们剪了复辟带布条，我们改变不了两岸同属大中华区的事，你也改变不了。你剪这个布条，你也改变不了蔡绿防疫失败的事实。你就是防疫失败，你今嘛干安尼嘛？就我拄到你看呀、啊，这个箱子啊，箱子怎么办？这个瓶子啊，瓶子怎么办？哎、欸，瓶子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就大家就算了吗？当初你讲什么？当初你跟我说原厂标签呢？这个是原厂标签吗？哎、欸，雄青啊，这个原厂标签你给我骗哈！现在德国人都学中文了、啊，你记得川普讲什么？川普说如果拜登当选，美国人都要学中文，你还记得吗？川普的冷笑话、啊，所以德国人都学中文了。你当初刁难的原厂证明呢？你当初刁难的原厂授权书呢？就这样要拿出来啊！嗯，哎、欸，你们都忘了，我都记得。这样我活得很辛苦哎、欸，这怎么只剩我一个人记得？我也记得，我也记得了。我也很辛苦了。那不合理了。我最后一张讲一下就好。来来来，来最后一张，来，关键别人退货了，有看到？复辟带其实是中国代工的。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等下讲什么？你这我们太有默契了，来讲。退货了，有点退货。退货，退货。你这别再用啊！这中国大陆代工，在深圳那边。GG， 哎，这主的 GG 在深圳那边，深圳。嗯，你相信指挥官连这个都不知道？虽然他是牙医啊，他当了一年多指挥官，他不晓得复辟带是哪边做的，他不知道。啊，那个做指挥官，啊，那个要算打包起掉。啊，好巧。尽量算，尽量我拜托你出来。好，我就跟你出来选这个东西被民进党操作成这样子。如果照上次学长讲的，还有人去闹，那我也乐观其成，那你去闹吧。嗯，好像哎，这个是大陆的，这是中国的，不行，我们台湾要这个，我们不能，你去乱了，那看我们要丢脸到什么程度、啊。